小屁股不会有蚊子。蚊子的数量，所以我们决定教大家做橘子酒精。什么是登革热？登革热俗称癫狗热，又称断骨热，是由登革热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。一直放，然后放到它到七分满为止，然后是倒下酒精。因为最近蚊虫对人类身体有害，南投就因为蚊子死了很多人，然后做了这一瓶橘子精油以后就可以消灭蚊虫，就是大家就是吃，让我们可以防蚊，让我们比较不会被蚊子叮，对我们这个防蚊液在生活上有一些用处，可以帮我们灭蚊子。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做得很开心，也能让别人就是避免让自己得红豆角，然后也可以就是避免得到登革热。我的心得是，我们的实验虽然不能有效的消除蚊子，但是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消除蚊子，所以如果有遇到相关的事项，会多多注意。Thank you.